什么味道的这是？糯米的。糯米。玉米的。玉米的啊、哦。还有黑米的。来这个，我那个玉米的。来这个吧。浅的。再买个胡萝卜一点，半斤就行。这个不是。我最后这个。什么？一共半斤呢？嗯。那多了。八块钱一斤哦，八块一斤。这一锅得几分钟呀？还得两分钟。两分钟啊？一共四分钟。味道挺好的。